大学管家小教室，在今天呢，小教室要跟大家来谈谈送拍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你的物件其实是可以送拍场的，但送拍场其实妹妹哥哥很多啊，非常多啊，多的江湖险恶，风云诡谲、啊，绝对。有时候你跟拍卖公司还要叠对叠哈、啊，确实。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呢？好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你手上如果有东西的时候呢，也不一定能够上拍，拍卖公司他也不一定会要你。那就是东西不好吧？不好跟不对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了啊。那么拍卖公司不收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沮丧，说啊，我东西被否定了啊，人就很沮丧，也不一定。之前啊、蔡总统就介绍给我爸一位老师，他是台湾唯一一位服藏师。什么叫服藏师啊？是藏传佛教里面宁玛派的啊，而且是要被认证的，不是说我自己认证我是服藏师就是服藏师，他是要被公认。那么所以说这个通身主体颜色，你看包括了这个细绳，所有的配的还金金闪闪的这种，这个都是红色系列。我想这是这位上师呢，对我们的祖后的一个祝福。红到这种地步的蜜蜡的话，这件大概这一串就破1000万台币。怎么可能？这样，我相信我跟李老师看法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拍卖公司不收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沮丧，说啊，我东西被否定了啊，人就很沮丧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拍卖公司每一家拍卖公司，第一个规模大小不一样，第二个他们所面对的客户也不尽相同，所以就是说，好物件不一定能上拍场，确实，所以不见得能上 A 拍场。但也许能上 B 拍场，非常好的结论，不能上 B 拍场，可能可以上 C 拍场。确实。所以如果你被 A 拍场拒绝，你到 B 去试试，B 拒绝到 C 去试试，没错，其实不要那么沮丧。没错。好，这边我们顺便讲，就是拍卖的结果，最后成交价啊，你一定要去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个成交价。啊，当然会接受，因为至少底价是你接受，底价往上多少，那就看个人造化了。对，确实个人造化。所以在拍场呢，其实最重要还是现场抢拍的那个时候，对，到底能不能让你的物件拍到高价？据说啊，抢拍其实有黄金20秒啊。一本拍卖目录或者这一节拍卖，比方说这节拍中国近现代书画，是中国近现代书画，它里面有180件东西，180件东西，如果你一件东西拍1分钟的时候，你要180分钟，3个钟头，把底下坐的人都累死了，注意力都涣散了。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只有那20秒，大概10几20秒就要落锤一件，10几20秒，所以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。好，你不管是买的还是卖的，你都要想办法在这20秒内。对，买的人呢希望低价买到，卖的人希望高价卖出。当然，那就关键就在那20秒。对，如果这件东西呢是一件。你比方说，你开出了上几千万、上亿的，那个大概都会延续到1分钟到2分钟时间。你要知道，拍场上面拍一件东西，拍过超过了1分钟，这件价钱都是接近天价了。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往上的这样子。所以，男人记得了，要跟你老婆说，1分钟已经是不得了了。要是能够到1分钟，那可是翻倍到亿的等级啦。确实。好，另外呢，第三件事情就是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上拍场买卖双方都要付手续费。确实，我们比方讲，但是像卖房子，我们知道卖房子，卖方付的多，买方付的少。那在拍场呢，买卖双方，拍场上面在拍卖目录跟拍卖合约上面，买卖双方付的这个手续费都是一样的。哎，没有分卖方还是买方？没有。那买卖双方一般行情要付多少呢？大概7%、8%到15%。7%、8%到15%都有。对。那是总价越高的物品呢，抽越少还是抽越多呢？这个要私下的跟拍卖公司来。所以这是桌底下的事儿啊。哎呦，所以到底手续费说多少？大概简单来说，10%了，平均。观众朋友，简单来说，当巧了哈。所以拍场要是跟你谈手续费这件事呢，要好好的瞧一瞧了。手续费可高可低，也许看交情、看关系，
也许看品相，所以这是可以谈的。好，在今天我们增加了很多在拍场拍卖的知识，谢谢教授，谢谢。大师宝家，谁才是行家？我是阿关陈斐娟。在今天邀请的这位收藏达人呢，这是顶杠有名，像下杠有出名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家的台湾赌后。免讲名，你已经知影。我们等会要请他教教几波 Pebble， 为什么他经常会赢呢？那我为什么呢？老是付那么多学费呢？好，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超强大鉴定团，中国收藏家协会委员张克进张教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、凤甲大学助理教授李荣兴李老师。嗨，大家好。亚瑟宝石鉴定所资深鉴定师赖俊明。大家好。而且呢，珠宝设计艺术总监廖文亮廖总监。大家好。好，欢迎台湾赌后于小平。大家好。等一下一定要教几招必胜绝招，好吧？我教过你好多次啊。那几招目前看起来是没什么用，有没有更厉害的？娟姐，你一定有藏私，你一定有留手。没有，我一直都说三分是技术，七分是运气嘛。例如说我这个人拍稳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没事就带些那个招财呀、啊、什么的好东西，这样子其实就不错了。我跟人家说我是进步啊，谁才贵啊。每一次我很认真主持的收视率就不见得会好了，但是我随便主持一下的收视率都会比较好。那今天就随便来一下。随便来一下，到底你今天带了什么随便的东西来呢？今天就来介绍我的宝物。那这一套就是一套蜜蜡烛。蜜蜡，红色，哎呀，对，我知道了，红色的蜜蜡，怕马球呢，按牙了，一定按昂弟弟，对，红内衣，红内裤，不是红就是金，就是黄钻，闪亮亮就对了，闪亮亮就对了哈，对，所以你今天，没有没有，我今天没有要打牌啊，像我打牌绝对不擦黑色指甲油，我试过两次，哇塞，看一下你的指甲油来，这个是红色的，你看，红色金色，红色红色金色，小明眼睛闭一下。他连眼影都要金色，闪亮亮，也是红色金色，所以金龙红鳞刀贪料啊，没有，这是蜜蜡，对，这个是之前蔡总统就介绍给我爸一位老师，他是台湾唯一一位服葬师。什么叫服葬师啊？他就是专门就是守护那些西藏的法器的一个老师。嗯，他家有好多好多的宝物，是。然后后来我爸去就是拜访他之后，就跟他成为好朋友啊。那常常就会带我们一起去，就是拜访他。然后每次我们去哦，他都会拿一些小礼物出来给我们。入宝山不能空手回。对对对，他就小礼物，他就送给我们一套，送给我这一套蜜蜡烛。好漂亮啊！呀，好红，好漂亮。我来解释一下，那个叫福藏师。福藏师哦。福藏师呢，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到印度去取经。嗯。那因为释迦牟尼佛有讲了84000法门，太多，无法及时记载。是。所以他有把很多的法藏在虚空中。所以像我们在修法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在观想一朵莲花，忽然之间那一朵莲花就会升起一个咒语或者是一个法药，这个叫做福藏师。哎呦，我们在观想的时候都一同，对，这个也叫观想。所以你观想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叫牌。那你观想哪一个菩萨，菩萨就来。是这样子。真的。对。好，所以福藏师啊，福藏师是藏传佛教里面宁玛派的，而且是要被认证的。不是说我自己认证我是福藏师就是福藏师，他是要被公认，是要被认证的，而且要，而且要感应到宝物在哪里，法器在哪里。他是这个样，原来最早的时候，最早从就是我们所谓的藏传佛教的，原始时期的莲花生大师的时候，他为了要把他的这个法跟教要传下去，那又怕到了末世时代呢。比方说地球毁灭或什么以后，或者是战争或者人为的以后呢，那这个佛法要怎么传下去呢？所以它会藏在一些地方，那些法器，它会藏在一些地方，主要的就是经书。后来就慢慢就衍生出了比方说像法器这一类的东西，大概最主要就是经书。但是呢，那只有福藏师只有福藏师他可以找得到，或他是可以找得到的。也许在这个石头底下，也许在这个潭水里头，
啊，他可以找得到。这样子见价好吗？这其实、就是、这就是一个。就是老师送给我一个小小心意，我们把它当物件来见了哈、啊。但其实这个心意是没有办法减价的、啊。我们先请教授帮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物件很漂亮，颜色很漂亮。对，刚才我们台湾第一赌神呢，说赌后，我说要红色的，对它是个吉祥色。我想红色对任何人，尤其我们中国人，都是这个华人的都是最喜欢的一个颜色。那么所以说这个通身主体颜色，你看包括了这个细绳所有的配的还金金闪闪的这种、这个都是红色系列。我想这是、这位上师呢对我们的赌后的一个祝福。我们就物件来说，物件的时候啊，如果是这一串是真的蜜蜡的，红到这种地步的蜜蜡的话，这件大概这一串就破1000万台币。怎么可能这样？这个如果讲到上千万，我们要多几位专家来看一下。如果是到了这么整齐品相的，而且这么大颗的、这么大颗的，那么我们在市场上面所见所闻，所知道的基本常识上面来讲呢，我相信我跟李老师看法是完全一样的，啊，这个是红色的。塑料球，是塑料球啊，所以不是蜜蜡啊，不是蜜蜡，1000万拜拜。好，所以到底怎么分呢？我们用肉眼怎么分呢、那首先呢，哈，这个因为它是做不透明的，它基本上就是要符合宝石里面的所谓漂亮要件，所以它染得特别红。我跟老师讨论，其实这自然界是不会有这么红的这个物件的，不会有的。然后再来说，它这种塑料一定会或多或少残留一些气泡，会有的。那因为它刻意把它做的不透明，让它觉得很像这个所谓的叫做这个蜜蜡的感觉。是。这边有一点就是在这个钻眼的这个孔的部分，如果是真的琥珀或真的蜜蜡的话，它不可能有这么整齐的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们在试这件东西，我们就会拿一根针。这个孔嘛，哈，这个穿绳的这个孔、不显眼的地方，不显眼的地方，我们把这个针呢，把它烧热了以后，在那个不显眼的地方呢，这样子稍微烧下，马上闻。像这种一闻，一定是塑料味，烧焦的味道。真的是不是会香香的？琥珀和蜜蜡，它就会有松香味，对，就会有松香的香味。好，可以闻香，或者是看这个穿绳的这个孔，的确是这样子。好吧，我们来见价，请见价。这一串手串呢，大概200元。那项链？那么项链因为有做了工，还有一些配饰啊，各方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到1200元。可是我有老师的祝福，是，对对对，当然，这个是最重要，这个是最重要，这个我们是旧东西讲东西，对对对，我绝对不敢唐突上师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物件呢。这个是一个弥勒佛，这是我之前我爸第一次选举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亲戚就送给他，他说，哎，可以帮你，就是弥勒佛嘛，给你好运啊，可以招人缘啊，然后就弥勒佛笑口常开。对，然后去年我选举的时候，我爸就送给我说，那这个送给你啊，祝你好运。这样，那刚好在去年，可能运都被我爸用完。好，所以。这是很漂亮、很透的翡翠哈。对，不是很大，看来很漂亮。对，它工很好。然后质地是那种冰波种。哦，冰波种，就是很接近玻璃种，那冰种，就是小了一点。但是假如说是把它简单的镶钻啊，或者配饰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珠宝。很好的翡翠，当代来讲算是很流行的珠宝，而且它很可爱，我觉得小小的女生，是啊，当然，质地很好，对啊，水头也漂亮，对。爸爸这次选有机会吗？你说呢？我怎么知道阿哉？你每天都在看这些。我觉得酸气是觉得酷意啦，就是你去现场感受到那种，我觉得民众都很对我们很热情。对对，爸爸很热情，对，所以在现场的那个酷有没有很旺？有啊，有啊，那就有信心了。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啊，对不对啊？不能讲说我们从小听到大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来，我们来见价，请见价，3万元。哇，这个标准小小的。这样的物件哈，假设说它是大约哈，再大超50%到100%左右，就是再大一倍，就超过10万块。这现在是不是很流行的？对。
白玉冰种，它是白翡冰种，白翡冰波种，所以它的功很好了，功漂亮，你看它很亮，笑口常开，而且很透，哦、很透很亮，很漂亮，对啊，而且弥勒佛笑得好开心、哦，对，肚子都起荧光了、啊，亮亮的，哦，八道叫大 K， 你看叫高锥哈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物件，非常好。好，那这个物件呢？这个是一个紫罗兰的手镯，紫罗兰的手镯，对、嗯，也是一个长辈送我的，然后说戴了可以什么驱邪啊、避凶啊。你干嘛要驱邪避凶？就是趋吉避凶，趋吉避凶。嗯、然后，可是我不太敢戴，因为我这人很粗鲁。你看，像我戴这个，这个也是凯蒂尔的手镯，我戴的都刮得乱七八糟了。啊对啊，所以我不太敢戴。不会啦，这久了以后你还可以再这个要打磨，想要对，没问题的，对。那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冰诺种、嗯哦、你比较需要财源广进吧，趋吉避凶干嘛呢？长辈就是希望你平安嘛、哦、希望平安的东西要送给你弟弟啦，他太戴不下啦，弟弟比较需要平安，他的手那么胖，因为像这种紫色的手镯，然后这一段是当然是淡点绿色、嗯、那我们通常称为叫春带财、嗯、那像这种紫色，以这个我们就是说这种传统民俗来讲，它的紫气东来，所以代表是很高尚的颜色，很好，也有才呀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相当不错。好，我们来见价，请见价。小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，那我外婆是那个种眷村的姥姥，就是山东姥姥嘛。我是小 baby 的时候，我姥姥就是一手抱着我，一手打麻将。小 baby 啊？对。然后这是她大概过世前一年，然后她那时候躺在床上说：“哎，来，大宝啊，这个就送给你。”这是一个很好的泰国红宝，嗯，它有1.7克拉，说这么好的红宝，对不对？刚才讲说，哎，姥姥不在，姥姥在的话，不是还缺不缺儿子？一人送一个，这是一个纪念啦，我也会一直留着。那这个作品呢？这个也蛮特别的，这是妈妈送我的哦，这个是妈妈送你的，对，嗯，黄钻嘛，因为她知道我喜欢那个。黄主带财，对，黄钻也是招财嘛。它这个黄色虽然不是浓郁到不得了，但是旁边加了旁边两个白钻，特别的白，让它衬托这个黄，还是够黄，相当不错的一个戒指。也是一个长辈送我的，然后说戴了可以什么驱邪啊、避凶啊。你干嘛要驱邪避凶？就是趋吉避凶。趋吉避凶。然后，可是我不太敢戴，因为我这人很粗鲁。你看，像我戴这个也是凯蒂尔的手镯，我戴的都刮得乱七八糟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不太敢戴。不会啦，这久了以后你还可以再这个要打磨，想要打磨，对。那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冰诺种。嗯，你比较需要财源广进吧，趋吉避凶干嘛呢？长辈就是希望你平安嘛、哦，希望平安的东西要送给你弟弟啦。他太戴不下啦，弟弟比较需要平安。他的手那么胖，那因为像这种紫色的手镯，然后这一段是当然是淡点绿色、嗯，那我们通常称为叫春带财、嗯。那像这种紫色，以这个我们就是说这种传统民俗来讲，它紫气东来。所以代表是很高尚的颜色，很好，也有才呀、啊。对对对，相当不错。好，我们来见价、啊，请见价，85000元。哇哇，节节高升，相信到这边就变800万。哦，对对对，像这样的手，你不会今天带来全部整桌都是人家送的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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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些是我自己的。哦，有些是你自己的。这样的手镯哈，就是它可惜啊，就是说它有一两道小小的这个所谓石纹的冰裂纹。嗯嗯，那这个石纹呢？我们这里可能看不清楚，在阳光下面它有一折射，看得好清楚。要再让各位看一下哈，你看这里有一道，好大一道裂痕哦，这样一道裂痕，那旁边这还有一道小裂痕，这一道很大裂痕，刚好是正中央，又在紫色的部分。通常所有的客人、所有的朋友会，哎，你这有紫色，就会朝紫色猛盯一直看，就很明显看到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所以假设没有这两道的话，它的价值就会到12万甚至15万。真是，很可惜，很可惜啊哈，但很漂亮，是很漂亮，对。来，那这个物件呢？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幸运物。这是我当初去比赛的前一天，那我想说，哎，我要去买一个什么招财的黄水晶啊，或什么的带去。然后我就去东区那边逛，
逛那些小摊子，那边不是很多卖那些小首饰的，他就说你要招财你就买貔貅嘛，他会咬钱呐、啊，是、啊，对，他就拿这对，只进不出、啊，对，他就拿这对貔貅给我，那我就拿了，所以你是带着貔貅去香港比赛的，去澳门，哦，去澳门比赛，对，不过说真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啊？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吗？这已经是渗透到你的基因里了，血管里了。我其实小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、啊，那我外婆是那种眷村的姥姥，就是山东姥姥嘛。那姥姥是他们整天都在打麻将，对他们就是每天就是固定都会约了一群打麻将。眷村打麻将是这样，中午吃饱饭开始打，对，到晚餐时间就解散，解散这样子，然后逛花园。那我是小 baby 的时候，我姥姥就是一手抱着我，一手打麻将。小 baby 啊，对。婴儿时期就是这样子学会，就是看到会的，所以对，然后后来让你出国比赛，比赛之前我还要请老师帮我开光一下，重点是要开光才有用。他那个比赛是13张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13张，我们是打13张，然后经过什么样的比赛才能够什么样的？就是从400多个人、500个人，一直打到最后剩一桌4个人啊。然后他是以积分数啊，积分啊，因为他那个没有完钱的嘛，对，没有完钱，就是最后会赢奖金这样子。像我第三名，那次第三名是8万块美金，对，美金啊，对，哎，可是第一名你知道多少钱？第一名50万美金，哎，我差2名就50万美金，所以小平下次还要去吗？我后来去第二次是第8名，第三次就没有名了，所以有时候跟手气有关啊，又跟每一年的亏有关，对，运气很重要。但是13张有13张的美感跟技巧，跟我们一般打的台湾麻将16张又不一样。我们是推倒胡，他们是那个要做牌，你要越高分才会晋级呀。好，所以这个貔貅是。加持过，开光过，而且小招财物，这样我们给他估价会不好意思啊，对不对？这很便宜啦，拿到8万美金的，很便宜的啦。这拿过8万美金的，直接估8万算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来讲，当初买多少钱呢？当初才1000块，1000块，到底值多少呢？经过小平加持之后，啊，请见价，2000元。耶，有增值1000呢，所以这1000块是因为是于小平的。貔貅吗？所以真的是哈，那另外1000块就是于小平了。对，真的是。像这样的物件，其实，在台湾的话，因为他咬过8万美金回来，对啊，他帮我咬过钱、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但这样的物件在台湾的话是比比皆是啊，哈、嗯，就是您要去拥有这样的物件是不困难的。嗯，到鱼市场去，到哪里去都会有。最重要是哈，要有大师加持，要有好老师啊，这个厉害了。对，值1000块，所以我们只能叹为观止。于小平3个字。够了，多1000。好，那这个物件呢？这个是我的外婆，我外婆很疼我嘛，从小带我长大。那她、这个、就是你刚刚说的姥姥，对，姥姥抱着打麻将，对对对，带我长大。那这是她大概过世前一年，就那时候她已经就是有一点不清楚了，头脑的时候，对。那她那时候躺在床上说：“哎，来，大宝啊，这个就送给你。”现在姥姥身边也没什么东西，那这个就送给你，然后他就把这个红宝钻石送给我，那我心里想，我就是留个纪念，对，这是我对姥姥的一个纪念啊，因为这是姥姥带大的哈，对，所以姥姥不在了，对，姥姥已经过世了，所以就给你啊，特别疼你啊，嗯，对，他最疼我，他最疼你，因为你是他带的哈，嗯，而且你有传承了他的麻将天赋。这么好，你家都很会打麻将啊！从姥姥到你，你妈，对，我妈其实她以前是不太会的，她是因为我外公是那种军人，所以家教都是很严，就是他们打麻将，小孩子不可以靠近，对。可是我妈是后来嫁给我爸之后才学坏的，才学会打麻将的。所以你姥姥整天打麻将，但你妈不能学打麻将。然后我爸是因为了要去追我妈，他就要到我妈家陪我外公打麻将，陪我姥姥打麻将这样子啊。妈妈是被老爸带坏的，对对对。但据说呢，老妈的技术比老爸还好。对，老妈的运气比老爸好。这个妈妈常天才，电视都有演的，通灵的啊，对不对？天才，全身都是牌哦。刚买乒乓球的 double 也很准，很厉害。好，所以这个物件是姥姥留下来的哈，值多少呢？我们还是来见一下，请见价。17万元！哇，谢谢姥姥！这是哪里的红宝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泰国红宝，那它有 1.7 克拉，这个红宝石大约值10万元，那这个台很豪华，他们旁边有这种8分的钻石，旁边还有一些方钻。所以总共蛮多的，总共大概值7万块。你有钱啊，嗯，妈妈17岁就出道啊，然后都出国作秀啊、演唱啊，赚的钱都是给姥姥啊。说这么好的红宝，对不对？刚才讲说，哎，姥姥不在，姥姥要在的话，不是还缺不缺儿子？又送一个，这是一个纪念啦，我也会一直留着。对，看很亮哈，很漂亮，廖老师。这颗红宝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因为在泰国的红宝里面通常都是比较深色的。那它有一种，它皇家的那个红宝，通常都会比较接近鸽血红的颜色，而且很那个火很烈。那这边有一颗那个缅甸的红宝，8.06克拉，去年年底在天成国际拍出的。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苏富比拍卖公司或者是佳士得拍卖公司，保利佳的都是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上面不一定会有好的物件，有一些人好的物件他可能会去送给天成或者是送给富艺师啊，或者是像那个英国的那个邦汉斯啊。那这一颗呢他就创高价了，8.06克拉，结果卖了多少呢？1632万港币。哇，成交价这个几克拉？我这个很小，1.7克拉，1.7，那是一颗8克拉。颜色小瓶这颗稍微比较深一点，稍微深一点，对，它带微微的紫色，这是泰国红宝的一个特色，漂亮，包括连它的镶工啊，旁边的钻都很漂亮。对，小瓶，你刚刚说你不喜欢涂黑色指甲油，对，原因是只要是黑色指甲油，我那一次一定是输，对，我涂过一次，然后我就去打，然后就输光啊，就那只有一次不能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这应该是巧合，后来我再试一次。第二次，哇塞，也是输光光。我从此说，拜托，不要帮我涂黑色，求求你们。好，除了黑指甲油的机会之外，还有哪些机会呢？还有就是，我出门如果我要去打麻将，我很怕一开车一出门我就是在街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光头，我就觉得完了。韩国语啊？不是，是全光的那种，不是秃头，是光头。就是光头，在韩国瑜那种顶多是棒球，对对，那个没关系。但如果是全光那一种，是光头，苏格腾，对对对，就被人剃光头的意思。对，我就会觉得啊，完了。现在是你自己的机会，对，我自己的机会。老爸老妈呢？以前就是我小时候他们打麻将，然后妈妈如果我们在那个旁边看那个漫画书，就会被他骂，不能看书。对。你不要在我旁边看书好不好？那老爸呢？老爸就还好。听说老爸为什么会输呢？因为当他听牌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他听牌。因为他好像如果听条子，他摸牌就会这样摸。这样就是他的听条子。条子，所以你只要看到的手势，你就知道他听什么。你讲爷，你哪爷嘛？我那个筒子就会这样摸，所以他这样摸就是他正在听筒子那他听腕子呢？腕子好像就是摸那个上面，有没有摸那个数字嘛？字啊，对对对，这样摸。所以这样子是条子，这样子是筒子，这样子是腕子，就是那个。所以打久了。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要于天的牌友，上桌就知道于天现在在听什么，所以我爸现在都不打牌了。那他干嘛那么笨呢？他就直接摸过来就翻起来就好了，习惯嘛，改不过来，对，就是习惯，就是长久的习惯啊，所以没办法，难怪老爸会输啊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物件呢，这个就是我自己买的，我朋友在做这个钻石嘛，就是卖这个色基钻石，是不是？对。名牌不知道哪个牌子也有这个造型，我不知道。然后，它这个是三环，三环，然后一环是黄钻，一环是粉钻，一环是就是白钻。那它可以就是分开也可以，也可以戴一起。然后就我觉得很可爱，我就买了。然后我还买了一套送给我妹妹。就是当初买是八九万这样子。哇，8-9万，8-9万块。可是它也没有什么。大钻啊，就是一些小小的碎钻，小小的碎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大约啦，一个戒指上面总共镶了大约15分的钻石。但是因为它都碎碎小小的，对，总共15分，那总共15分有多几颗呢？有64颗，一个一个数。
有那个报名的来宾哈，他带来的那个碎钻好多一整片，他大概他说数到1000多颗啊。如果中间有一颗数错了，你不是要重要重来？要呼吸，常常会再回头再回头。不过呢，因为要精准的估价。我们必须要告诉观众朋友说，我们大约怎么估价的，就必须要这样做的。哦，专业。因为其实估价哈，在宝石学里面，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。嗯，如何的估价？然后你算完了之后呢？只有一个有64颗，但是它不同，一个是白钻，一个是黄钻，黄钻，一个是粉钻，所以它价格会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里头的，当然粉钻是最贵的，粉钻最贵，然后接着是，然后再是黄钻，黄钻够黄。它不是一般的淡淡的黄，是够黄，很浓黄啊。那最后才是白钻，比较便宜。假设它的黄钻是淡淡的黄，那当然就比较便宜了，那是比较浓郁的黄色所以它是很特别的一个戒指。然后它通常像这样做一个戒指是不容易的，这么小。对啊。那这个师傅要把它做成4个爪子，一个一个镶上去，不容易的。你光一个钻石镶工。就一般来讲就好了，一颗100块，拿放大镜镶哎，它太小了。不过真的在最近的技术是有这样，就是蜡雕，然后钻石直接放在那蜡上面，然后铸模的时候，那个 K 金呢直接把钻石包住，再去修饰的，有这样的技术已经有了。那这个太小了，我看还是用人工镶会比较精准一点。好，刚刚小平说买了89万，89万块。好，我们来见价，请见价，6万元。不是骗你，是说我们觉得哈，而且他还买了2套，对呀，好在不是买20套哦，知道哈？这我的经验里面来讲哈，就是说白色的这个哈，一个大约超10000块钱可以买得到，因为它其实不重嘛，对啊，它的这个金呢哈，也大部分都差不多1分多2分不得了，所以大部分是重于工资啊，然后呢小钻，对，小钻它15分也没有很多钱，就不会很多钱，那第二个是黄钻贵一点。就黄钻大约这个要2万块，它本钱啊哈，这本身就是钻石比较贵，最后是粉钻3万，很贵，3万块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粉钻真那么贵？粉钻它假如今天是一个30分、50分一克拉，那当然是贵的不得了。”对啊，老师这这么小，很小很小很小，其实基本上来讲，它不是说贵到不得了了这样子是好不好？不过它可能是。假设给啦，对啦，就吃那个设计的。哎，我还是不要自己买东西都亏钱。设计款那个设计也要设计费，他没有把那个设计的那个脑汁费算进去。当然没有，生气了。这个没有设计啊，这个没有设计款，这个都是现成的。这是现成的吗？不是啦，这怎么可能现成？别致哎，这个都是现成的，而且呢，他从那个手围从4号半就有了。4号半一直做到13号，那真的是手工做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不是不是怎么？我们全部都是铸模台了。哦，因为这个在那个珠宝展里面，我们看有一些批发厂商是批发厂商就完全都在卖这个三色戒，现在有4色戒，包括黑色的，包括黑色的，就是白色、黄色、玫瑰金，然后黑色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就从4号半开始，4号可以当尾戒。他就一直做到13号，就通销会，大家人拢会当挂。啊，你是过去做的吗？拢做模台。那有人专门就在镶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他就，镶得很快，制作很快。那像这个的话，我们若手工来做的话，光是一个的话，可能手工镶一圈这样的话，可能要7万块，因为他那个叫微镶，显镶要带。那个显微镜来镶但如果是机器，如果是手工一颗一颗这样镶，然后因为它怕掉钻石所以我们那个 K 金的延展性要很好，所以它一定要用手工下去嘎的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 K 金它的延展性好，它才会扎实，镶起来才会扎实。如果是铸模台的话，运气比较差一点，它就容易掉钻。啊，这看起来应该是铸模台的啦。是啊，因为他说如果是他们手工镶的，所以连设计款都一个就要7万啦。对呀，很可爱嘛。是，还是很精致。好，我们来看那这个作品呢？这个也蛮特别的，这是妈妈送我的啊。这个是妈妈送你的，对，黄钻嘛，因为她知道我喜欢那个黄色。黄主带财。对，黄钻也是招财嘛。她这个，因为她自己还有其他的那个。黄钻，所以他就把这个黄钻送给我。这个是妈妈去买钻，然后请人家设计做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看这个样子，
也是蛮特别的，外面比较少见这种样子，是自己去设计，所以这应该也是有一些设计师。对，它旁边就是两颗心形的钻石，嗯，那中间这个黄钻，这黄钻有两克拉多，但是就是说，这旁边这两个白钻很白，心形，一个才50来分吧，所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戒指，虽然很简单了，对，但是很有设计，是中间这一颗哈，就稍微厚一点，因为它有上面叙述是2.18克拉，通常两克拉的钻石，只要是这样的话，通常都会蛮大的。就马眼来讲，它是很厚，它厚度很厚，对，所以它厚度比较厚的话，颜色会比较浓郁，对不对？这也没有什么，这个就是说它厚的话，代表它车工，就是说它尽量把它车厚一点，因为这钻石嘛，对不对？原胚可惜，它就能够撑到卖到最重两克拉跟一克拉多，那当然是把它车成两克拉，磨成两克拉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它的亮度自然会稍微差一些，因为它的比例就会稍微厚一些嘛。但是呢。这个黄钻来讲，它表现的是黄色了。对，好，那黄色，所以你母亲呢，她很聪明。她这个黄色虽然不是浓郁到不得了，但是旁边加了旁边两个白钻，特别的白，让它衬托这个黄，还是够黄的。好，当然虽然对它没有到达所谓的叫做 fancy light yellow， 没有到彩色钻石的这个领域，它是属于黄色钻石的这个区块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基本上来讲，它的设计还是可以的啦。好，我们来估价，来，请见价。这个也是妈妈送给我的啊，妈妈送给你的都很特别。对啊，这个是比较个性一点。妈妈送的东西哈，那个设计啊，都很特别，也不错，对。它不会像一般啊，像我们传统的那种想法。对，这个蓝宝石它是很典型的斯里兰卡的蓝宝石。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单圆石，因为不是淡的颜色。这个黄钻来讲，它表现的是黄色了。对，好，那黄色，所以你母亲呢，她很聪明。她这个黄色虽然不是浓郁到不得了，但是旁边加了旁边两个白钻，特别的白，让它衬托这个黄，还是够黄的。哦，当然虽然对它没有到达所谓的叫做 fancy light yellow， 没有到彩色钻石的这个领域，它是属于黄色钻石的这个区块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基本上来讲，它的设计还是可以的啦。好，我们来估价，来，请见价，32万元。啊，哇，妈妈好大手笔哦！像这样的中间，它上面记载的，我们的注记它是2.18克拉。那这样的钻石2.18克拉，这样的黄钻，现在行情一克拉大约12万，所以中间这一颗大约是差不多在26万元左右。26万，那26万元呢，再加上旁边这个台。那这个台可能也有差不多，因为它都没有注记重量，我看着一个有50分有了。不过这个钻石哈，有一个小小的，这为什么价格其实应该更高了？那它有点小缺点，我让各位看一下，这个钻石哈，在这里有很大的一个裂痕，有敲到什么的？不是，它原来就是原本就有的。再来还有这个侧面这里，那侧面这个是一个原来的它的这个边边的这个面，那为什么很多磨钻石的老板？他要求的员工啊，他要留一个面下来，要代表说保证，好，当然你看这还有一些小瑕疵、羽状裂纹啊什么，会保证这个钻石是磨到最大的状况之下所磨出来的。要不然有的这个员工少了软磨啊，就磨了小小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都会要求这样子。但他这个白钻很闪哎，对啊，很闪，对啊，戴上去很漂亮，所以相当不错的一个戒指。听说你小时候还会帮妈妈打牌啊？对，我做妈妈的代班人、啊、我记得不是我幼稚园的时候，那幼稚园，对，我幼稚园，然后我妈妈他们在打牌，我就在旁边晃啊看啊，然后我妈妈就啊上厕所啊，尿急去上厕所了，然后我就看我妈去上厕所，我就我就自己坐到那个椅子上面，然后小朋友就觉得好玩，幼稚园，对，然后刚好是那其他三咖。其他三个不讲话，想说那时候我妈赢嘛，那小朋友上来，正好刚刚好宰一下，然后我就当庄，我还会丢骰子，然后就好抓门牌，好像是大家帮我抓的，因为我不太会抓门牌那时候，然后抓完之后就打一打，我妈出来说，你怎么爬上桌了？你快点下来！我说等一下，我好像已经听牌了。然后幼稚园，对对
然后我就摸摸摸，我就自摸了，自摸了，然后三家就讲然后就付钱给我之后，然后我妈说你可以下来啦，下来了啦，好吧。然后我说不行啊，妈妈，我连装连装不能坏人。对对对，所以继续帮妈妈打。幼稚园就这样。幼稚园就上牌桌帮妈妈做代班，妈妈上厕所的时候帮妈妈。还会自摸，还会自摸，真厉害。所以从小财运就很好。对。对，听说弟弟绝不跟你同桌。他们都蛮怕的啦，就是可能他们一想到跟我同桌，就会那个心里就会有压力，恐惧感就来了，对，恐惧感，对，就输多了，对，就怕了，然后就不都不跟我打。然后像以前我跟排咖，他们都是我去人家家打，通常我都是最后一个被叫的，就是人家真的找不到人了，就是身躯实在没有人了，我才会被叫，对，我才会被叫去。技术好，朋友都没有，没有排卡，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赢得多就没人缘了哈。那我们都赢，像我们这种都是赢得友谊的，人缘好这样来的，人缘真的很好哈，谢谢老狼哥哈。好，那这个物件呢？这个也是妈妈送给我的啊，妈妈送给你的都很特别。对啊，这个是比较个性一点，我觉得。就是你穿个性一点的时候可以戴。我发现妈妈送的东西哈，那个设计啊，都很特别，也不错，对。它不会像一般啊，像我们传统的那种想法哈。所以这个物件很像男孩子戴的戒指，对，就中性一点嘛，对，就穿比较帅气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戴了。可能戴中指，这个是什么宝石？或戴食指，这是应该是蓝宝。蓝宝可是颜色很浅哎，它蓝宝石哈，这个蓝宝石它切成这祖母绿型车工，然后就是当然是原胚的关系了，所以它不得不这样切。通常蓝宝石是最不得已才有切这样祖母绿型车工。那一般蓝宝都会切割成椭圆形哦，椭圆形不得了，又迁就的话就是水滴的啦，或者是这个马眼形啊，这很不得已，很不得已保持最大重量。我敢讲，因为它没有打重量了，这个称起来一定是。5.01克拉，5.02克拉，绝对不会是5.2克拉，5.5克拉。因为过了五就是一个门槛嘛，对，他就赶快的给小了哈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是4.98啦。啊，李老师的意思是这样，我有这种笨蛋，因为4.98跟五就对呀，对，怎么样都要多那个0.02，所以他这完全是真的是每一个单价都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们经常在讲蓝宝，蓝宝哈，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颜色。对。这个颜色是不是比较？这颜色一般的就是蓝色，它微微的带紫色，它并不浓郁有点灰。紫色我喜欢，有才气。所以这个蓝宝石哈，一开始我们不是我们传统喜欢的皇家蓝，我们一开始矢车菊蓝不是那种。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单圆石，因为不很淡的颜色，对，这不像蓝宝蛋。你确定它是蓝宝？是蓝宝，我们用折射仪给它就鉴定过了。然后它的内含物也是对的。妈妈买多少钱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好，都不知道，好。我们还是来见价。好，没关系啊，妈妈，主公请见价，32万元。哇，谢谢妈妈。这个蓝宝石，它是很典型的斯里兰卡的蓝宝石。那现在行情哦，大约是差1克拉5万块钱。那5克拉的蓝宝石，怎么1克拉才5万而已？因为它切的太简单，是祖母绿型车工。只要它是椭圆形的，可能1克拉就8万。而且那个火光会不一样，因为椭圆形会比较亮。所以它现在大约一克拉差不多5万块钱，所以这个蓝宝石是大约25万元，然后这个台套7万块钱，所以算起来是32万元，是这么来的。廖老师，阿官，你看它那个台哈，那个蓝宝石是蓝色的，是虽然说比较浅，但是它镶了白 K 台，那镶了白 K 台旁边又是白钻，所以镶蛮好看的，但是火光不太够，相对的会让这个蓝宝石越浅。是因为它旁边的颜色是淡色，对，颜色太浅嘛。那阿官你来看，它要如何让它变深？弄成黑色，是不是底衬一个黑底呀？是不是衬黑底就可以让它的？如果说我们让旁边的颜色都让它变成是深色，对啊。那你看，像它这个是祖母绿型切割，其实它是比较没有折射光的，没有折射光，那旁边再衬托一些折射光的话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就会亮出来。我们也你看都没有用到白钻哦，全部都蓝色跟绿色会和谐啦。其实台湾蓝绿不和谐，但是这边的话蓝绿会和谐，但是颜色是会和谐，因为蓝色跟绿色搭在一起哦，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一种优雅的一个颜色。所以你旁边如果用沙佛莱石，有切割的沙佛莱石，然后来衬托这个主石的时候，两边把它薄相夹镶起来，两边夹镶起来的时候，这一颗会变黑，
颜色会比较黑，就会看在视觉上看起来比较深，对，视觉上会变深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祖母绿型切割，它是那个光影是走线条状的，那走线条状的时候，你要让它变得有点闪烁的感觉，旁边我们就是用这些石榴籽啊，石榴石啊，石榴籽就是小红宝，小红宝，或者是你可以用那个金晶石的这些小圆形的点缀在这个地方，那你整个蓝宝石在这里的话，就会变得很优雅，很漂亮。那因为我有看特别看着小平的手，其实他的手型很适合当平面模特，哎，可以做手模特，对，谢谢，拜拜。那他如果说戴上这一种比较包的戒指，他比较包的戒指的话，他的手型非常漂亮。小平戴一下，戴戴食指这一只。下次我要开发表会的时候，我找你的手来帮我们拍一下。是不是找他的手？小平来，只要找他的手就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真的很漂亮。所以小平的手很适合戴戒指。那手很漂亮，真的很美，很适合戴戒指，也很适合摸麻将。对，很适合自摸。手长，戴着戒指去摸麻将。先把别人闪瞎了，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就有机会趁着乱的时候，就这样放弃吧，不然垮掉了。好，谢谢小平，谢谢。